现在非常幸福，对，非常开心，感谢感谢。有登记了吗？还没还没，我会在收视率最好的那一集去登记。那请问现在是单身还是？哦，现在非常幸福，对，非常开心，感谢感谢。有登记了吗？还没还没，我会在收视率最好的那一集去登记。对。不应该是选个对两个人有意义的日子。哦，收视率好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的意义。对对对。他目前就是朋友的状况还好，他的那个身体状况还好。啊，很好很好，感谢感谢关心。他得知有新的就是宝宝的时候那一刻，你应该很开心。超级开心的，对。就是本来就有计划想要就是再拼一个。啊，对对对。就是那个，因为身体很强壮，阿 BB 在生我气哦。他今天休假，他今天休假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在生气。因为你上次骗他，对不对？他吃醋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没有，我觉得重要的是那个很开心啊，就是一切都很安好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节目的到来，然后也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演艺圈的新的新秀，然后。觉得很棒，因为这次看了真的蛮感动的，所以很多种喜悦同时加在一起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对，可以分享就是两位是交往多久的时间？啊，这个就那个保留，对，对对对。那是欣赏对方什么地方可以透露一下吗？那么我首先是欣赏建制的这种帅气，对，感谢，对对对。然后欣赏昆达的诚恳跟温暖，对，这是你朋友的。朋友的事情，那个私下的事情就不说了。对，先聊节目。对，我们先聊节目。对，要不然他们两个这样陪我聊私事，对啊，他们都不知道了。